滑雪教练带一些小朋友上来，我的天，那么小就可以已经上这个高度来滑雪了，哎呦我的天，棒棒的。真的是漫山遍野的滑雪者呀，天哪，看着，哇，真的好漂亮，他们滑的。这个地方，哇，从最上面滑下来，一直到山底的。哎呦，真的让我好羡慕得很呢、啊。